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拿新生第一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有悬念，但是能不能拿到很有悬念。人家已经快升魂斗罗了，我们这屁都不是。我们十秒水有五个，我们今天最多用三个吧，三个小时你说够了吧，足够了。然后我和大家说今天我们又充了10万，我这个东西有没有说，然后他已经扣了100万钻石，然后还剩500万。今天他们又领了好多箱子，现在这个学院还剩三分钟。哇靠，三分钟好久啊，我估计能升一级。然后哎，不止啊，不止不止，什么鬼，咱这个咱学院多搞点，咱们现在直接拉满，直接用特训拉满就行了呀。特训有16次，你今天能有16次特训，你现在直接升到80就可以少等5分钟了是吧，弥补一下我的失误。而且待会儿我们可以不止打2倍，我们可以多打好多倍。你说刚刚在这打1倍然后再拉特训，那何必呢，这儿就可以升，我做主了。你看再来2次，后面特训没多少，是的，前期特训就特别适合用来垫。然后这儿我们就差一级，今天想办法把这个魔过。这怪一个都没死，为什么我进去暴毙？他就瞧不起我，他跳过不跳过？他就瞧不起我，他觉得我这个战力太低了，不适合跟他 PK。你看，是你的暴毙，你看不跳过还赢了，还赢了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刚刚跳过他显示血量是满的？对，跳过就是这样，卡了，应该是卡了，应该卡了，够了，还不够，还差一关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等级升了很多嘛，只要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，强化一下这个魂环，就很好了。神圣可以考虑带，但是我们试一下试一下，因为确实是因为我这扛不住，然后输出的话时间还是有，但是你要让他扛他其实也无能为力。不虚一指我觉得算了，神化身来一个，最后面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来吧朋友们，这个还可以的，好，可以升级了，走去打学院。现在学院给大家看一下，再就是魂帝10级，我们可以考虑3倍，这边的话是80和30，我们魂帝30，哎，我们就学院打3次，我们再找回一次，现在已经是最佳状态了，然后倍速来个15就可以了，别太高，340，好，你看这是436嘛，这是安全的，就是35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这其实可以，哎，就这样升，直接升，都得进阶的，哦，好像差不多够啊，这个经验4倍好像是个明智的选择，等它采集完。咱们好像就那啥了，好接受一下，噔噔噔噔噔，好像4倍多了一点，3倍好像就可以了。看这个怪会不会存在刷不出来的情况，刷不出来我其实是把这个怪调的小一点，速度调小一点，刷出来了，还可以啊，20倍好像还凑合，但刷的有点慢，不是特别的丝滑连续，这个能看出来吗？各位，看出来啊，对，所以我们是时候要吃一条德芙，让这个变得丝滑一些。来，给你一颗，好，差不多，好像差了一点，我好像认输，我要认怂了，他没有我想象的多啊，我们先升30吧。这应该会差个10级，我刚才预估的，你看我估计准不准？比我想象还多啊！差不多，刚好10级，刚好10级。我们赌一下，到底待会儿是2次特训还是3次特训能到全体55级？3次，我想赌3次，那不和你赌了。我觉得2次特训应该到不了。2次到不了，刚才就到不了，因为我们这没有赌你嘛，这就赌4%，3次不够。为什么？得6次，十秒水也在的，特训不是。这为什么少了那么多？3次不够，你改过了，6次都不够。现在其实问题不大，我们还是要去抽时间打一下躲得住的。但是为什么加那么多啊？我觉得这一次差的高。但是这里差的也不多啊，你看这经验，你看这就只差25级。但是他提升为什么只提升了4%嘞？还差一次，完了。差一次。我们这儿弥补不了啊，这6次我试一下，这先不打了，1次。3级，3×6=18，这差了10级。差了15，留一次吧，为自己的这个认知买单。我摊了一手，这果然是要用3次学院啊，回不来，玩脱了呀，完了，玩脱了。这地图解不解锁都差不多的，我们来给大家测试一下，你看给多少经验？给6万亿嘛，然后把这个打通，刚好还要再来一次，好像还不够，玩脱了朋友。地图没有开都一样，开不开都一样的。刚才是6万亿，只要是全体50就一样的，6万亿嘛，他只要是6.2万亿以上，我都相信你们，我就。给你们发200，啊，发2000块币，好吧？如果我这说的不对，这的话是，哎，最后你最后一下6万亿，来，7万亿，7万亿，因为我就说我今天试了还是不对劲，不是，这和我们以前测试的不对，我每天在天使服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今天我试了一次，他们那个谁不让我那个11101那个去，我试了一下，我靠，没关系，我们发2000块币，看斗罗 H 五还得是图图100区啊，是吧？发出去了。好，已经发出去了，各位。我们这可能这两天特训浪费点这个经验，我错了。55，这也是15啊，也是75级。但是咱这儿不能浪费时间了。3次不够，别3次不够了。我们2次是60，3次应该能升80没有问题，绝对没有问题，3次就可以了。
你这妖言惑众了，要努力的仔细的去思考，朋友。三次找回，绝对三倍可以啊，绝对三倍可以，只要我这十倍还在啊，是吧？没有问题，你就指导一下我吧，龙哥。我不知道，我不会。我想拿极限单兵第一，现在你看我还差了600级，肯定能拿呀，肯定能拿。第一件都可以封号的。你算一下时间，你从8点钟开始算，我把这些都打完没问题。啊，魂圣到魂斗罗只需要一个时间，你别加那么快。魂圣到魂斗罗需要1小时。对啊。那魂帝到魂圣呢？那半小时啊。那我们升级呢？1小时够吗？对啊，杀戮你把雪院打完了，杀戮就没有时间了呀。说得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反正最后10分钟见分晓。我跟你说，药水绝对没有过期，这经验比刚才要多一些，感觉，哦，感觉充满了，这里面塞得好满啊，这个经验满满当当的，准备升级，绝对能到70，然后咱们再等5分钟，然后这5分钟交给小龙，83 ，nice。你最近在哪里有没有认识一些富婆？没啊，你这么别乱说啊，我在忙，公司忙去了。好，小龙是在公司忙的，对吧？我们明天安个监控。好，各位，你看我说够就够，多了3级吧。我们来算一下几倍速是最快的。321开始，现在是4个啊，我们计时2分钟吧。集资狂欢里面，我们领取一下馈赠。好，给了25单，先留着吧。然后到了，打了30个，刚才是34，突然间蹦了2个，我们换个3倍试一下。开始40，开始的42，哇，这运气不错，开头还挺好的。刚是30级，32，好，到了19，刚才是29，那还可以啊，这速度差不了太多。刚才一个是32，现在是29，其实在没有差很大，没有差很大。那我们咱还是5倍吧，因为包括刚才啊，我还点了2下这些东西啊。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点开，哇，开始了，商人投榜了。你看我这直接就不动了，我这角色就卡住不动了。大哥，打呀，打着，对，接着打，大哥再打呀，这怪都刷不出来了。好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天使极速服，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区，也是上人最多的区，11分钟能采集完。来，挑个数吧。哎，别来，我不来。小龙，我不行。你的美云仔仔不是问你的工资去哪儿了吗？你就说和图图打赌都输光了。我不来了，真的不来了。没关系，你就是少了点。我不要。没关系，你至少你让我背锅，也让我就有点参与感嘛。你要让我背锅，你还不参与，那不太行。那你对吧？来，这还算起来了。可以，是不是可以？啊，从50到60选一个数。8分钟。好，他猜58可以到，我猜59，你呢？10。好，60，好，赌20啊，输的那个，输的两个要给赢的，来，交20。好，他是58，能采集完。别动，我们就看这儿。待会儿如果这儿只要到了59，那就是我的；只要到10点就是他的。啊，好，看一下。别动啊，到底要只能点。哦，不动，我点一下这个，点一下这个。也不行，你点他干嘛？不行，不点。不是这样的话就能看到。哎。我在这儿问大家一个无奖竞猜啊，陈主箱子第一次的和第二次箱子长得一不一样？不能行，妈，我是问大家，轮到你说话了吗？这家伙直接把谜底给结束揪了，扣100。我是大家觉得没问题吧？我是不放在一起吗？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？扣小龙工资100没有问题吧？我说完了呀，扣钱是吧？好，扣小龙100，咱们发1000块币。小龙，你不得充一个？充点吧，充点吧。我手机我看一下，先给你充电。充满再说嘛，充满，我充满就再说嘛，充满就算了，充满就饶过你，充满了就扣。哦，我是满的，96，还没满，没满。那咱们就不走流程了，直接扣，咱再发1000块币。本来有，有，但是之后还是要充一些，因为我发太快了。你看我还送了12。哦，那咱们扣98.8块，他送了1.2块啊，各位，感谢小龙，只差最后一角色的最后25勋章。好的，现在把第5角色突破一下，应该都可以了。是。好，一个加4万，又多了20万虚战，哎呀！现在咱们这个等级要好好升一下，各位。